罗征的剑道天赋不逊于化天命，他修行剑道多久了？据我所知，他是从白帝城回来之后才开始用剑的。能如此快领悟剑意，莫非是仙人转世？仙人转世？哈哈哈哈哈！玩笑话而已，徐长老莫要当真。 能让宗主说出这番玩笑话，罗征着实妖孽。 碰片翼，不伤蝴蝶。以蝶叶为藩篱，有意思。哪有意思了？不就是剑碰剑吗？剑意都没有，越打越回去了。剑意融于剑招之中，可谓大象无形。 举重若轻，听不懂。说，专心看比赛。罗师弟，接下来这招接好了。 天之剑，一剑破天。 半空不动了，什么情况？好一招天地对撞，两人居然双双顿悟圆满剑意，同时进入剑道神门。师兄，宗主说的那个什么剑门在哪儿？剑道神门呢？ 乃剑修圣地，为天纵之姿，剑意圆满者，方可神识持往。啊！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和化师兄在擂台打斗？此地是剑修三大圣地之一的。 天杀剑山，证明你踏入天。
杀天刀来自便是机缘。机缘？这些宝剑是天刀凝聚的投影，击碎着投影不断往上攀登，便可领悟天杀剑道。极雷剑意，剑中煞气凝聚的灵体，煞气是生灵不甘心死亡时产生的诅咒之力。看来天煞剑道是将煞气化作剑意。只需先天地，竟能入剑身。Thank you.